Hello， 你想见镜头啊？老公，你去咗边啊？老公，老公，对唔住啊，老公，我流走咗你。妈妈，妈妈，唔好唔要我啊！等埋我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eidi。 今天呢我就想拍个 vlog， 现在应该是大约早上七点左右啦，那我就去晨运啦。我之前只脚损了停了一排啦，我现在又可以开始回啦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就是我的行山 buddy 啦。嘿，是啊，现在呢我行山有朋友一起行啦，所以是更加有动力的。那当然啦，还有我们可爱的小狗。前面有狗仔啊，我看到前面有只狗仔啊。哎呦，人家不理你了，是谁来的？这狗挺开心的，开心的。哎呀，是什么？玩你们，你们精神的今天。好了，多多，Hello， 哎呀。是不是出拍朋友啊？他不理你啊，多多是不是啊？誰走完山那麼累啊？去啊，要睡覺了。你戳兔仔是不是啊？哦，好啦好啦。吃完饭要抹嘴嘴的嘛，来啦，干净晒，仲要吃嘢啊？好啦好啦，又嚟食粒零食啦，好冇？咁咁咁，过嚟啊！而家咧就化少少妆出去，准备搵男朋友食晏昼。点解今日会拍 vlog 咧？就系我见到有啲留言会问我男朋友去咗边啊，咁大家其实就唔使咁担心我哋嘅，我哋一齐咗咁多年咧，就好多嘢都好平淡。咁不过见你哋挂住佢啦，咁我今日又见到佢，不如拍个 vlog 啦。咁同埋好似都好多朋友私底下揾我话，好耐冇见过 Chopper， 咁所以今朝咧就影埋 Chopper 行山嘅片段俾大家啦。上次嘅化妆片大家都好有兴趣呢一支大数，其实我都唔记得咗喺边度买噶啦。咁我有另一支咧，都一样系非常之大，可能细半个圈咁样咧，就会系 Sephora 嘅91号数咯。而家应该都仲有得卖嘅，咁大家可以去揾下。佢嘅质感咧系仲滑过另外嗰支大波波数噶，咁所以咧两支我都好中意用，都系拣住嚟用嘅。一直以嚟我都收到好多观众问我关于点样养狗，点解 Chopper 会咁乖啊，咁定咁样咧？其实就是你要确保它的运动量非常之足够，例如朝早行完，咁其实它晏昼就要休息噶啦嘛，跟住佢休息完啦，我翻到嚟夜晚又要同佢行多次，周围玩啦、跑啦，咁之后咧佢就会瞓觉，夜晚又要休息，咁啱啱好就是玩休息玩休息，咁呢个活动嘅 pattern 咧就可以令到 Chopper 成为一只非常之乖巧啦，佢又唔需要扭你出街，因为佢知道每一日咩时间佢有得出街，逢星期六日佢又会出去玩咁样，佢就系一只非常之开心嘅小狗啦。有冇发现我今日把声咧好沉同埋好沙？因为琴日出咗去616嗰度打边炉啦，跟住个环境有少少嘈，一路倾偈咧，夜晚嘅时候我已经觉得死啦，我出唔到声，所以今朝咧我把声系好翻啲噶，但都仲系好沙。其实咧唔戴 con， 我觉得精神上系争少少，不过唔紧要啦。我唔戴 con 系睇到嘢噶，我得150度近视，系啦。平时戴 color con 系为咗靓嘅啫。早排买咗呢支新嘅唇膏，最近大爱中。
好啦，我去咗男朋友公司附近啦，跟住之后咧，我打电话俾佢，佢冇听电话咯。咁所以我都唔知道喺边度揾佢，而家就唯有等佢发现我嘅 miss call， 然后再揾翻我。Hi。Hello。我揾到呢个先生啦。系完全。佢完全唔听电话噶咯，系啊，我咁无限紧啦。咁你拎住个电话噶嘛？咁我边度揾到你咧？一路拎住个电话就咁无限，边有可能啊？咁无限要配合首都先得，咁首都又点解拎住个电话咧？我真系有道理啊！冇道理咯，我唔会再揾你食晏噶啦。我见个宝特跑过去攞住个电话噶啦，你冇用宝特嘅冲动过嚟揾我咯。31+8=39，我想要啲葱啊，今晚蒸鱼，唔该晒 ，thank you。Hello， 起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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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啲翻去啦翻去啦，小吉你唔欢迎我嘅，哦系啊系啊，我翻咗嚟啦。哦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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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系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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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知啦。到终要处理下食材啦，大家见到而家呢个阵容，估唔估到今晚会煮啲乜嘢嘅餸呢？冇错，就是、有红酒炆牛肋条啦，节瓜、虾干同埋粉丝，仲有呢个蒸鱼。呢条鱼咧系我爹哋钓翻嚟嘅，系咪好大条啊？好劲啊！我今日去街市买嘅时候咧，佢送粗送咗咁大扎俾我咯，同埋送咗啲辣椒仔俾我，好开心。做咩唔行啊？等嚟我要出秘密嘅武器啦！呢度咧，切乜你咁现实噶？好啦，我见到初爬嘅敌人啦。哎呀，你最乖啊，系咪啊？到你啦，诶，仲有你啊，你哋喺度先啦，呢度，一二三，撕好，撕好，诶，你撕好咗啦，好啦，咁我哋系咪喂嘢食啦？哎呀，有抢食嘅铺路，哇，你哋逼爆咗我镜头喎，系咪啊，两个头？系啦，咁而家咧应该就系我今日呢个 flog 最后一个行程啦，就系放 chopper， 咁我每晚大约9:00-10:00都会放 chopper， 1个钟多啲，
咁希望佢會再跑下喐下咁樣啦。咁今日個 vlog 就喺呢度完結啦。係啊，我每一日都其實好平凡過，唔係咁精彩嘅啫。所以呢個 vlog 都有少少平淡，希望大家都唔會介意啦。如果你哋都中意睇呢一類型嘅影片嘅話咧，記得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 個 channel。我每個禮拜都 upload 兩條新片噶，逢星期六間到3:00同埋星期日間到12:00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